司开始于1975年，所以现在已经有43年的历史了。那主要是以放电加工机，然后线切割机，然后高速机，还有声孔机为主。那我们全球销售55个国家，全球90个代理，因为智能化生产，对，然后想要带给一些新的技术来给大家。其实智能化生产在未来是一个非常棒的趋势。那因为庆鸿有自己的研发团队，有自己的控制器，有自己的生产线，有自己的销售团队，所以我们不会输给外国。对客制化这一块我们做得非常的好，尤其在美国航太业的部分，比如说像航太业它的散热片，所以我们坐飞机其实很多的加工是来自于我们的机台，所以不用担心，有庆鸿的所有同仁为大家把关。这是2017年得到金质奖，就是台湾精品奖金质奖的作品，有美学有智能。那当然它的设计主要是因为客户的需求，比如说它在加工的时候呢，它需要大模具，那机台要大，循环要好，那这种东西呢需要一些控制器，还有一些机台结构的改变，这都是庆鸿的强项。这一部机台其实在12月份的雅加达展，在印尼的雅加达展，客户特别为我们做了一个专区，